三兄们快速加油，大家正为路飞人车合一的光热烈讨论，并尝试找出光动能量背后的力量及弱点。赵阳更毅然地约战路飞，希望从中能直接与光人车合一一较高下。林峰凌云也加入比赛中。路飞轻易地将大家新创招式化解，并指出找出对方的弱点不如加强自己的技术能力。大牙之战，下大雨，明天能到公园跟石磊比赛吗？不用比赛的话，就可以睡到中午了。放晴了，小云，不要赖床，我们到公园练车去。真搞不懂哥哥到底是什么构造，少睡会儿会变得更聪明吗？更何况今天是星期天。惨了，我的牙疼又来了。小云，你怎么了？一大清早就在哇哇叫。我的牙好痛啊，好像有个电钻在钻动。是牙痛吗？我告诉你睡觉前要刷牙的，你老是不听。你看吧，哥，不用说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马上好起来吗？去看牙医吧。看牙医？救命啊！我在哪里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是什么地方？你要乖乖的躺下，我会用电钻医好你的牙痛的。什么？不看牙医，我不看牙医，救命啊！哥哥，救我啊！我不看牙医。小鱼，放心吧。什么放心啊？怎么放心？原来是你把我绑在这里的。谁叫你平常睡觉前不刷牙，又经常吃糖果，现在要接受惩罚了。来吧，凌云，你乖乖的不要动哦，我会为你舒舒服服的解决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救命啊！嘿嘿，你就赶快做好准备吧，赶快张开口吧，你跑不了了。不是牙医，你想害我。小鱼，你怎么了？说什么赵阳害你啊？没什么，看动画片看多了，在做白日梦呢。你的牙不痛吗？我还是陪你去看牙医吧，好不好？不痛了，原来做梦可以止痛的。那就走吧，今天约了石磊玩车的，快迟到了。不过我不想去看牙医。赛道有积水啊，没大问题的，就试试吧。哎呀，以前试过在大风中练车，在湿滑的赛道上又怎么样呢？就试试吧。
术如何，在比赛的时候总会遇上意外的。不同的赛道有不同的缺陷，公园赛道是露天的，昨晚的雨水会留在赛道上。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赛事的防滑性和抓地性呢？林峰，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只是技术问题而已。我说林小弟今天是怎么了？老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。从早上就开始这样了，他说是牙痛，肯定是吃糖吃多了，又不刷牙，而且经常还有口臭。什么口臭啊，要是让我说，没有比你更口臭的了。哈哈，今天是闪电队的灾难日了。石磊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闪电队的灾难日？石磊他改造了赛车想打败你吗？你一向傻乎乎的，不如先改造你的脑袋吧。王毅，你给他们说清楚，昨晚下了场大雨，石磊的爸爸就针对赛车的防滑性能设计了一个改造的方案。害怕了吧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你的改装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的。这次你们大错特错了，看吧。什么？有六个轮胎？没错，轮胎增加了，跟地面接触的范围也增大了，这就加强了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，从而使赛车能够更加稳定的转弯。这是针对轮胎的防滑和抓地性能的设计。如果多了两个轮胎的话，赛车的重量就会增加，摩擦力大了之后就会减低赛车的速度，这就有矛盾了。怎么会变黑呢？赛道有积水，轮胎的抓力会减少，我们如果提速，赛车很容易飞出赛道，增加两个轮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嗯，都听到了吗？我要说的林峰已经都替我说了。林峰，你都差不多赶上我的聪明了。这全是石磊的爸爸想出来的，还有啊，改装之后还没有实验过呢。石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力转号前面多置了两个轮胎，这样的话赛车的扭动力不就增加了吗？灵活性不就大打折扣了吗？这个是吗？还是你说的对呀？爸爸说的对，你们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我的威风。我觉得石磊这方法很难跑得快，你觉得呢，林峰？是有点难，不如去跟乌龟比试一下吧。林林，你这个小子说什么？我们比一比就知道了，小心你不会比乌龟快的。我肯定你比乌龟还要慢。哼，石磊，来吧，今天谁输了谁就要扮乌龟。好，来吧，我们比赛。林峰，打倒我。有比赛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个超人评述员呢？那还真是越来越夸张了。今天是石磊挑战风云兄弟，六个轮胎的力转号到底威力如何呢？现在乌龟大赛就要开始了，来吧，来吧！风影 S、雷鸣 S 和六轮力转号，请准备。哼，让你们尝一尝我六轮胎的威力。准备，开始。好，力转号发出刺耳的声音。这声音好像，这声音像钻牙的声音吗？雷鸣 S 突然落后了，小鱼，你没有事吧？没事，快穿吧。现在的排位是六轮力转号带头，之后是风影 S， 雷鸣 S 落后了。林峰想在弯道超车呀，弯道有积水，危险。赛道上的积水令风影号打滑失控，而力转号却安然无恙。风影 S 还在打滑呢。看到了吧，我的六轮力转号无论是多
多危险的拐弯，我的赛车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没错，不过在直路上，逆转号的速度就会减弱，我一定要追上它。林峰在直道上超车了！哈哈哈！啊！啊！我被超车了，被超车了！六轮逆转号虽然在过弯上占尽优势，但在直路上速度就输了。雷凌 S 也追上来了。哼，看我在这里一口气超过你，石雷你就等着做乌龟吧。我想你会爬得比我好看。哼，来了来了，龙争虎斗啊，不是，是龟兔大战呀。双子旋风失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就是你，瞬间加速！虽然凌云不能比赛了，但林峰依然坚持，可真是好样的呀！真是好样的呀，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冲线了，是石磊先冲线，他是比赛的冠军。哈哈，冲线了，我赢了双子旋风了，怎么样，看到我的六轮逆转号的威力了吧？哈哈，我们输了。是你的六轮胎设计果然非常有效。嘿嘿，怎么样，扮乌龟吧，应该不用我教你了吧，哈哈哈哈，看看真的好像啊，真的好像秀妮，凌云也算是守信用。哎，真丢人，气死我了，这牙疼可真烦人，简直是太丢人了。什么太丢人了，你在说谁啊？
当然是你，连石磊也胜不过。你现在还可以说些什么呀？这又关你什么事？就是输给谁也不会输给你的。你们的双子旋风也算是有点名堂吧。本来我还以为可以在比赛场上堂堂正正地打败你们，可是今天居然连石磊这傻瓜也能赢你们。你们的双子旋风还是我的目标吗？什么？你没话说了吧？是我让双子旋风落败的。好痛啊。凌云好像不在状态。凌云，是牙痛影响你了吗？哼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自己撑得住。能撑又有什么用？一个高手所面对的除了是对手之外，还有你自己。还有自己。身为赛车手，一定要以最佳的状态去面对比赛，不然就不如先停一下，等到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再去比赛。什么？你是说恢复最佳状态？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懂？我看你肯定是一直忍着，害怕见牙医。嘿嘿，你连牙痛都克服不了，你简直是侮辱了双子旋风这一招。哼，他说的对。我要克服牙痛，克服恐惧。我做不到，做不到，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连牙痛都克服不了，你简直是侮辱了双子旋风这一招。没错，连牙痛都克服不了的话，根本不算高手。怎么了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要让你看看我的蛀牙。你这个人真不讲卫生。赵阳，我要向你挑战，你说完要向我的蛀牙道歉。我认识的凌云又回来了，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在街上当众扮乌龟。平数两场比赛，还是在星期天。虽然我的假期没有了，不过还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这一场是赵阳跟凌云之间的荣辱之战，肯定是相当精彩的。你们看，两个人斗得难解难分啊！凌云跟早上完全不一样了。因为牙痛好了。牙痛，人车合一，风火飞轮。赵阳首先超车了，看我的吧，瞬间加速。就连最害怕的牙痛我都已经克服了，还怕你赵阳吗？我一定会胜过你的。精彩呀，精彩！瞬间加速，紧追风火飞轮，大家要留心看了。岂有此理！你竟然总是躲在我的车后，利用我的气流。那不如你换个位置，你跟在我屁股后面。说什么呢，臭小子！你要为你的嚣张付出代价了。瞬间加速！凌云，你能够鼓起勇气见牙医，你已经是难得的对手了。赵阳再次甩开凌云了，大家好好欣赏吧。赛道有积水。
是看我的吧。人车合一，雷震天罡，乌云可又过弯了，不过好像一点事也没有。向我的蛀牙道歉吧。对不起。赵阳，你也算是守信用。林云，我要你下一次败得比我这一次还要惨。随时欢迎。石雷，到你了。什么？哼，我要向你挑战。你要挑战我？没错，我要跟你来一场有条件的比赛。什么有条件的比赛啊？这是什么？你赢了就可以得到我的大牙。我要你的大牙干什么？那要是我输了怎么办啊？我要继续要你。